药方是什么吗？你想过一下，健康药。要处方签啊，医生不是都会，我们不是都会找名医吗？要开处方签啊，这个药方你知道哪一道是最好的吗？什么东西最好？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有听过这句话吗？这样子没有。然后你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？不晓得，圣经上面出来的。真的哦，主耶稣，哦，主耶稣。求这个主啊，他呼求这个主耶稣的名字啊，很莫名的，我们就会越来越相信了，越来越相信哈。需要耶稣，需要耶稣，人人都需要耶稣。要的平安需要主，要的平安需要主，要面对的永生你需要耶稣。的引导，感谢，还有秋娥的帮忙，没有没有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你看金杯杯，你看还有哦，这本书这么好的朋友，这本书写得好棒。是金杯杯说我不需要看，他的所有事情我全部都有参与。哦，太好。他为什么去那么多国家？他带他去的。哦，那好那好。他只要去美国买那个F-16的飞机嘛，蒋经国就要去，他就把金老师带去了。